同修梦到自己和太太的挂坠，然后自己的挂坠呢只有菩萨的衣服，但是没有菩萨，他太太的挂坠就是整尊完好的菩萨在里面。啊，他不好。啊，白天他是菩萨在他身上。哦，嗯，就他这个挂坠可能要重新放在佛台上，重新祈求一下。对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开始。嗯。